恁拜日来过，今仔日三十一号搁来，安尼会忝袂啦？来忝，啊？该管都袂忝。哦。撤回告诉。都是老人了啊。国家失职。请问你是几岁？撤回告诉。老人人，老人装皮啊，那几岁？哦。啊，你是？这个，啊，搁咧做这个。很累，嗯，政府伊啦，解决啊，大家拢老岁啊，或者无赚钱的能力啊，对无？甲你有和政府做，到尾固定啦，啊你有？还我部分啊？啊？杀猪猪快！伊都老板若无，伊都啊都，还我部分，即个工人啊。哦，甲你是和过偌济钱？那我这几年不玩。哦。因为那浙江都是赚钱找钱啦，啊，到底要不要培养一下？要来搞这个。哦。他们说那个政府要找人来告你们，你有被告吗？嗯，你有被告吗？有啊。那你被告怎样？告的内容是什么？他们说政府派人来告。我是公民记者，好奇宝宝。是。我只是想知道说，我听他们在说，政府，找人来告，找律师团来告你们。嗯，对。那请问你是其中的一份子吗？对。那你可以告诉我们你被告的内容是什么吗？被告的内容。政府说我欠他钱啊，对，那因为那一笔钱是因为老板闹好啊，政府没有做到监督的责任啊，所以那一笔钱是我的资遣费。那是多少钱呢？31万。31万？对。为了31万，他请了80个。对。哦，这样。是。所以才会火大。31万是多少钱？年前已经给了你们的？16年。十六年前给了31万，他现在要。哦。现在这些我们看到的来的都是被告的，这六十、啊、你是那六十被告啊？啊？我500多个被告。所以你是500多个之一。哦，这样了解，谢谢。